警！干什么呀？别怕了，王二妮，人嫁过来没半年就跑得没影了。你要不是我们老乡在这儿打工蹭上，我上哪儿抓你去啊？啊？对呀，跟我回家。还报警啊你？你吓唬谁呢你？啊？我倒想去呢，让你查你评评理。他黄小玲和我儿子可是扯证的合法夫妻，他不守妇道，抛下男人不管，这合理吗？啊，大夫，大夫，黄小玲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二十岁的时候，我妈管他们要了20万的彩礼，逼着我去领证的，我不愿意去呀、啊，是他们绑着我去的。你胡说，胡说，我怎么胡说了？我怎么胡说了？啊？我家女儿待了半年，你们是怎么对我的？天天怕我跑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已经跟我妈说了，那20万彩礼我肯定会还给你们的。这三年我已经攒了5万了，我求你们了，能不能放过我呀？哎呦，拉倒吧！那20万早被你妈拿去给你弟盖房子去了，我等你还清，那等到猴年马月啊！哎，行行行，别闹了，别闹了啊，都别闹了，好不好？清官难断家务事啊，这事咱管不了啊，别管，真是的，这是行，不闹了，好说啊，有事说嘛，对不对？一个大半天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要不马上还钱，要不跟我回家。没有说完，走不了了，我肯定回不家。我们俩站一条吧，我求求你们了，行不行？